小霞的爱情答客问时间。昨天啊，有一位听众他写信来跟我说，小霞，我已经告白失败了3次了，我是不是还要坚持下去啊？我的答案是，你当然要坚持下去啊。哎，国父他革命可是失败了10次，到第11次才成功。哎，这时候你要做的应该是问问自己，你爱不爱？如果答案是爱的话，就请你坚持下去。是啊，既然爱，那为什么不坚持？为什么不坚持？